2018年度竞争力报告，台湾在亚太国家排名第四，是超级创新国。中共为何大量印钞人民币？新闻专题为您透视货币超发的真相。器官人体展标本来源不明，瑞士当局下令取消展览。沙烏地阿拉伯记者失踪案，土耳其警方扩大搜查范围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版间8点新闻。